好，来继续来到高雄的三民区，已经徛55栋的中都戏院，已经被列为危楼了。市长陈其迈下令要拆掉，第二早起开始来拆。但是上楼卡是传统的老菜市啊，摊商伫遐卖30-40栋了。这个高雄市政府才发布公告，无多久就随人拆掉，因根本都未付来营运。都摊商早起阁继续咧做生意，伫最后一天要动到最后一刻。所以干部警官走去咧楼顶，看到边个壁桌拢总害了去啊！来到二楼，就是过去的中都戏院，大金无骨楼条咧，因为天棚害了了，条嘛强要断去啊！铁架啊，看现现，规只楼已经变成废墟。所以讲，这栋有55年历史的中都戏院，好，市长陈其迈下令讲要随拆掉。干部局最近有公告，再去港办的警官入场要进行拆除。台电跟自来水都过来先断水断电。然后等一下，我们会先用以种为例，先把范围围出来。只是讲戏院一楼是老市场，这摊商拢卖30-40年啊。这单位当初嘛是买永远的使用权，这是应该话拆就拆，后因未付准备。律师有跟我讲，如果拆了，这是你们的使用权，啊，你们跟他讲没有那个要保留。他如果没有拆了，就要告市府国赔。无奈啊，当然无奈啊，我卖那么多。面对摊商的处境，市长会跟他合作。17个，我们都已经安置好，包括这个租金暂时的补贴。中都戏院就要拆啊！这摊商就算无来，嘛是爱搬。卖肉干、肉卷的这个陈先生，伫戏院卡最后一天营业，嘛冻到最后一刻。跟太太开始看这物件，要搬到隔壁顶啊，较暂时租的位。中都戏院的拆除，即嘛是城大楼伫火烧厝了后头一栋被拆除的危险大楼。